你有听过诈骗集团吗？说不定明天早上起来的时候，我们的肾脏跟存折都会不见了。哎，可以不要这样吗？拜托一下好不好？你的存折是空的，你的肾是亏的。我没有，我也不是。4月20日起，周一至周五晚间9点，原来一家人在中视。